我印象比较深的是 Unreal 啊，泽林，就是我其实很少碰到第一次见面就准备小礼物，而且有姓名贴，而且还是个男生，他其实是想肯定在一定范围之内马上建立一种人际联系，对，很花心思，这个还蛮特别的。我对王潇印象比较深，他是一个比较善于找话题的人，他会发现细节，你比如说他到了那个梁绿的那个办公室里，一看梁绿的挂着法语的那个海报，哎，梁律师，您是不是在法国待了挺久的？哎，好几年。没有学好法语是我遗憾。他是能够愿意扛起责任，打破沉默的人，我觉得他是有这种愿望和能力的。我觉得他有的是一种风格。对。你有没有让你觉得不舒服的点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王潇就是刚刚好，再多一分我就觉得过了。就再多一分，我都觉得他有一点点过了。我也觉得有点点。我觉得再多一点就过了，现在还好，就是我觉得是至少就是没有让你反感，你只是会为他担心，就是他会不会有点捏，对，有点捏把汗，就是希望他可以再收一点。他对于自己的过去的履历的这种骄傲的，这种状态有点强调了，已经，他已经他太自然了。他一定不是刻意的说我想告诉你我是哪儿的，而且我过去在国际法方面我是大量的从事一些国际组织方面的工作，他不是想刻意，他已经很自然地融入到他的谈吐。